嗨，台下朋友，大家好，我是洪心富，好久不见了。From sitars to guitars, diversity always has a place on stage. We're proud to support over 60 virtual music and cultural festivals that connect artists and fans across communities. Dear travelers, to keep you safe, airlines have made some changes to flying. If possible, check in online and use the self-serve baggage drop at the airport. For the sake of your fellow passengers, please wear a face mask and respect social distancing. Health checks may become part of your journey. We're ensuring thorough deep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of all areas, from the lounges to the washrooms and especially the plane itself. And airplanes have the advantage of hospital-grade HEPA filters that remove 99.9% of germs and viruses. So while we know travel has changed, your journeys are still out there. Dear friends, everyone, good afternoon. I'm Canada Super Travel Esther. Today, I'm very happy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you to the Super Travel Taiwan Group and share the thoughts behind our product department in designing this itinerary and principles. 我们一直相信呢，旅游不应该是走马看花，不应该舟车劳顿，而是应该很深入的去体验当地的民俗风情。所以在我们这些行程当中呢，我们特别有一个米台木的体验，还有原住居民的养生餐、日月潭、骑单车等等的一些活动设计。接下来呢，你要记得准备一份台湾地图。那你看一看你比较喜欢东部的行程、西部的行程，还是整个环岛的行程？超值旅游应有尽有。现在疫情期间大家都辛苦了，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也希望疫情过后我们台湾见。Thank you.
Two wheels take me. Taiwan, the heart of Asia.嗨，台下朋友，大家好，我是洪新富，好久不见了。这次疫情大家闷坏了吧？其实我也好想再回加拿大跟大家一起玩。那这些年其实我一直没有离开自己的一些纸艺创作，例如说做了自己的分身，然后呢灯笼的创作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例如说今年不知道有多少位朋友拿到我今年的牛的灯笼，那这只牛呢是好可以提啊，可以跑，可以站，可以坐，好，然后呢？可以趴，好，也可以。放给我，我知道，我就知道我这边好。小萌，好好，很像是一个可以跟你互动的老朋友一样，很像家里的一份子。然后呢，当我们提起来的时候，好，微微向上，然后你手叫上下一抖动，它就奔跑起来了。不用额外加什么马达电池，就跟着你，它就跑起来了。把一些物理现象跟生物动态做链接，我们想把现代的创意跟古老的提灯文化做串联，让老文化有新感受，那也结合教育，变成是我们自己文化可以跟世界分享的一部分。好，那当然除了这样的灯笼之外，我相信很多早期我们有接触过的朋友都曾经看过我这一个，而会自己走路的羊，财神下凡四福禄，金羊运财步步来，
我发现其实子毅不再是我们小时候的样子，而是可以产生很多的互动，把一些文化的体验变成是可以分享的概念。例如说小时候我们常抓青蛙，可是现在去哪里抓青蛙？抓青蛙很多人就围着你要干嘛，好，但不是吃青蛙啦，是为了要玩。可是如果不抓青蛙，直接做一只青蛙来玩，不是更好吗？那有青蛙之后当然也要有蝌蚪啊，蝌蚪总是会游，于是我们帮它加上一颗弹珠，蝌蚪就游起来了。当然也可以溜过去。好，那同样的概念，其实在地球村子时代，很多的创作不会是只有单一的作品。例如说我手上这件地球公民，现在看是平的，纸张最大的魅力是在于它可以平面，好，携带呈现，然后呢经过折组装，好，折线其实也就只有凹跟凸的关系而已，好，遇到扣就把勾起来，好，有发现从平面变成立体了，有发现看到世界地图，然后这世界地图中还有什么呢？哎，这地球是圆的嘛，不可能是平的，所以转来转去，我的核心是台湾，那加上一颗用回收玻璃所做的弹珠塞进去之后，有了环保的心，地球可以走得更远，我们也都是地球上的公民，天涯若比邻，那同时其实这些年我也做很多的事情，是包含了立体书的一些教育跟创作，其中游走各国，我觉得也做了其中一件作品是好台湾好好玩，因为我觉得透过玩来介绍台湾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所以我用一张纸做成了一本小小的立体书，把台湾的文化，好，提灯放炮封妈祖，包粽立蛋划龙舟，中秋赏月煎烤肉，圣诞跨年烟火秀，就台湾的世界文化呈现出来。那接下来呢是建筑，世界高楼101，不用钉子盖楼阁，庇佑心灵有大佛，时代交错化从头。台湾的精彩是有各个不同的时代的建筑汇聚在这里，东西方还有我们自己本土所发展出来的。所以在这个说图里面，有没有很怀念你的故乡呢？那当然，讲到台湾，全世界都会竖起拇指的，就是台湾的美食之一了。那蒸奶、霸丸、蚵仔煎、香蕉、凤梨、情人果，特色美食满坑谷，大餐小吃样样火。看这个图片里面，你看到多少你怀念的食物？有发现这个人吃到把碗捧起来，不顾形象，鼻孔看人都无所谓，反正就回不去了。好，然后就好。放心大吃，另外呢，台湾的生态也是多样性的，地貌生物多样性，珍禽异兽满山跑，浮潜观星加赏鸟，上山下海样样好。这边呢，我们用小小的缩影，把整个台湾的重点生物收合在里面。在这边，我们也发现生物是属地的，而且呢，有很多的动植物只有台湾有，要看啊。这么精彩的地方只来台湾。然后最后呢，这一页是定义台湾。当台湾在世界地图一开始是横的，可是因为大家的努力而让它从横的变成站起来。它像鲸鱼海里游，它像母亲吟游子，时代更替博物岛，友善乐天写传奇。这是我身为一个台湾人为台湾所做的一个自己的定义。不知道你是否认同呢？
From sitars to guitars, Diversity always has a place on stage. We're proud to support over 60 virtual music and cultural festivals that connect artists and fans across communities. Dear travelers, to keep you safe, airlines have made some changes to flying. If possible, check in online and use the self-serve baggage drop at the airport. For the sake of your fellow passengers, please wear a face mask and respect social distancing. Health checks may become part of your journey. We're ensuring thorough deep cleaning and disinfection of all areas, from the lounges to the washrooms, and especially the plane itself. And airplanes have the advantage of hospital-grade HEPA filters that remove 99.9% of germs and viruses. So while we know travel has changed, your journeys are still out there.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加拿大超值旅游的 Esther。 今天很高兴呢，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超值旅游的台湾团，以及分享我们产品部在设计这个行程背后的一些想法和理念。我们一直相信呢，旅游不应该是走马看花，不应该舟车劳顿，而是应该很深入的去体验当地的民俗风情。所以在我们这些行程当中呢，我们特别有一个米苔木的体验，还有原住居民的养生餐、日月潭、骑单车等等的一些活动设计。接下来呢，你要记得准备一份台湾地图，那你看一看你比较喜欢东部的行程、西部的行程，还是整个环岛的行程。超值旅游应有尽有。现在疫情期间大家都辛苦了，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也希望疫情过后，我们台湾见。我在1991年开始就在部落教我们国小的学生，那正式成立是在2008年的时候。那我也是希望说，能够透过我们自己的歌谣跟舞蹈，让孩子能够培养自己的自信心。因为部落的孩子其实都在学习的过程都比较辛苦，那也希望能够让他们知道说，努力才会有成果。一刚开始的时候就只有单纯的教歌唱跟舞蹈，
但是后来我发现到，因为我们经常出国去演出，然后所以我们在交流的当中啊，我就会很深刻的体验，知道说越在地是越国际嘛，所以我必须不能只有我自己了解我们自己传统的可能生活的模式或者是环境，所以就会慢慢的让孩子就跟我一起到那个山上里面，可能去种植苎麻。然后目前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家屋开始做起，我们就自己在那边挖洞，就是半穴式的那个传统的家屋来去开始制作，就是希望说未来我们舞团呢能够真正的是很全面的是在传承文化，然后让孩子也能够去体会，这样子的话他们身体力行，其实他们的身体的动作就会很贴近我们的传统。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味道，你看你说我们讲台词就是很台，就是讲话原住民的感觉都出来了，所以这个其实因为我们原住民其实都是因为有歌才有舞，那我的舞蹈呢是跟着歌词的意义去走的，像我们有编织的舞蹈，其实我们就是在传承我们以前织布的工序，那我们男生去狩猎的舞蹈呢，它其实也就是在反映我们男生到 山上去狩猎的一些动作，我都会用原本的歌词然后做那些舞蹈的动作。我记忆中我外婆或者是他们在部落一两百个妇女在那边跳舞的那个动作，我去回想然后再去教我们的孩子这样，所以我们是跟着他的歌词的词意在变换我们的身体的动作。拉吉纳达彦，我们都是达彦的孩子，今天很开心，在这边唱歌跳舞给你们看。乌杜马拉呼，乌杜马拉呼，拉吉，罗卡达。过去口簧琴其实男女生都会吹，但是通常都是男孩子在吹女孩子在听，所以在男女之间的话它是传达情意，它不只是用琴声在传达情意，其实他们的舞蹈动作当中呢也是在告诉别人他们之间的互动。那女生在摸耳朵，为什么他们会看斜下方，是因为我们非常的含蓄，我们不能直视男生，所以你只是男生表示这个女孩子太大方了，过去没有很大方的女孩子，所以我们都会微微的向斜前方地上这样子看去做那个动作。那男生抬腿，其实男生在跳跃的动作是因为他们去狩猎，然后都是在模仿动物，所以他们其实跳得越高呢，其实他们的精神跟他们的猎物一定是越多的，因为他们看到的很多嘛。
我们就是一个家，所以我希望说我们很有自信的去展现自己的时候呢，然后让大家能够多认识我们台湾很多元的这个文化，所以我也很希望能够透过舞台，然后让我们就是很多消失的一些习俗跟我们的文化，就是透过我们的歌谣舞蹈跟舞台，能够让我们的文化能够更茁壮，然后更扎根，然后一直不断的传承下去。Two wheels take me. Taiwan, the heart of Asia.
Thank you.
We'll be right back.
Mm-hmm.